一个热情冷淡的温存，我在无暗的空气中找出最后的可能，吵闹的声音，无聊的剧情，一段感情渐渐变化，事到如今我才知影，是不是爱到无命不知惊，拆开伤痕才知痛，奢望温柔的笑容是美丽的陪伴，是不是冬过霜雪不知寒，失去了后才知输赢。原来今生的孤单，在咱初见面的时都已经注定。是不是爱到无命不知惊，拆开伤痕才知痛，奢望温柔的笑容是美丽的陪伴。是不是冬过霜雪不知寒，失去了后才知输赢。原来今生的孤单，在咱初见面的时都已经注定。阿丁，是我阿三师啦。阿丁啊。到时阵还无必要回去的，我才这么做，我等我都老去了，阿弟，阿弟，啊，阿弟啊。厝啊，拢无转去啦。嗯，那就是安尼。我唔知害恁踮了咧种子房种入啊，种来种去找也无人哇。什么？你也徛伫遮啦？但你无看伊了面相。我看吼，伊这后半世人真是落去找一点仔也难处理。嘿，啊，这个狗囡仔吼，较早若出代志拢去避咧伊空，啊，即摆是去避咧度。靠呀！那海恁爸真，那后半世人看要叫啥人要处理都。你就是安尼啦，啊！小输唔捌赢啦，啊小钱唔捌输啦，常常踮了乌白转天坎，当乌钱经费啊吼。人啊，食到老吼，爱知影啥物叫见效。知啊，阮就是知啊，所以阮唔敢用坐啊，阮用徛啊，安尼用入啊。用入袂，连小煞输两摆。迄我若参与你安尼生吼，我老早就见笑到吼，无法度通徛在人个门头做门神啦。老早就用规个柜灯去洗碗啦。嘿，林三，你讲这话吼，真正是袂输，敢若要使弄阮阿公外国冤家呢？你是安怎？看我徛咧做人真艰苦，我都爱跪咧做人，你才会爽啊？嘿，我就是真个看你安尼，看你实在影真袂堪要去。阿公啊，嗯，我若是你吼，我袂常常坐遐，老早就甲处理落去。哼，你当作我常常坐遮是咧创啥？我是咧想呢，我偌认真咧想的呢。我是想讲哦，我是要安怎来处理哦，阮阿三的后半世人，伊才会欢喜。啊，好啊啦，啊恁安尼愈讲愈有煞呢，敢若你啊搭嘴鼓啦，啊袂晓跳到烦恼去呢。是啊，你讲啊都唔对呢。我徛咧遮唔是咧徛好看，我就是徛咧遮替你烦恼啦。嘿，我无咧烦恼，你唔免咧搞话。那个皇阿在生的时阵吼，都甲我交代啦，讲阿丁的个性吼，伤过冲动，袂输敢若一个囡仔，叫我一定爱甲照顾好。但即马阿丁安尼走，敢无看囡仔影，我是要安怎对阿皇阿交代啦？看啊，人若走无去哦，是爱去甲找倒来。不是讲坐踮咧遮烦恼啊，还是坐踮咧遮哭啊，啊人就走来面头前互你看咧。
哦，讲这句就赞啊，有影，嘿，太太万岁，嘿嘿，安尼会使坐吗？会使啦，你少坐嘞，等伊较好跪。我卡死嘞，啊，才几人甲偌大尔，那人是走去咩都？客啊，你看这层代志，你有见娘知影无？吓汤，看啊，你安尼讲就唔对啊！建良甲阿丁两个是敢那兄弟啊咧？啊，建良若知影阿丁出代志哦，伊一定唔读册，拼嚟转来。嗯，迄唔若敢那拼转来呢？伊绝对会为着阿丁的代志，搁再聊落去。啊，那聊落去就食啦。你知？食薰的人吼，伊若戒薰戒无起来吼，是愈食愈大。啊，若要戒酒戒无起来，愈啉愈高。啊，若做老母还阁解无起来，愈聊愈大胃。你看呢？你是要做迄个大学生的老母呢，还是要做迄个大尾老母的老母？同款拢有一支大啦，还是讲哦，伊较早咧做老母老母的时候，是逐工流目屎啦。嘿，还是讲你做大学生的老母，嘛是逐工咧烦恼咧。看是要流目屎，还是要烦恼哦？做啊，你家己决定啦。哎，客啊！你怎有听阮三妈咧讲吼？这件代志哦，看人家己决定就好。啊，你哦，莫讲话。这我嘛知影。啊，建良若知影阿丁的代志吼，一定受到影响啦。啊，我是咧想讲哦，啊，阵人若互咱找到，啊，咱讲话伊敢着听会落？迄嘛是爱建良出面甲讲，才讲有法哩啊。啊，佫有一点啦，啊，即马若无讲吼。建良到时阵若知影，一定怪咱这四个老的。嘿啊！啊，阵三妈若出代志，你敢会跟点点？哎，看啊！啊，当你讲安尼对啊，你敢会说就贪阮三妈死的？啊！三妈，嗯，客啊若出代志，你敢会跟点点？嗯。哎，啊，你真是要甲要跟点点？哪有啊？啊，无你点头？我是讲阮某讲了有理啦。哼，是。虽然我不是提起我家己，袂用你讲，袂用你想，也毋过伊话无法度停止我心内对命前的思念。最后，我只会当认真拍拼，伫我学业顶端，接着读册，来麻痹我家己。我大姨的生活都将近要结束了。伫这段时间，我心肝内唯一敢想的，就是我过去一段少年懵懂的日子。我曾经有一个好兄弟，一个啥也无去也想，会当同齐出生入死的好兄弟。摆开啊！好，爹吧，你看起来无神
头，你敢知？不要紧啊，小可代志。买袂济无？你无怪我，啊，不过我有小可怪你呢，小丽。有一件事情，我想我一定要告诉你。做人对自己、对别人都要公平一点。我说我不怪你，跟你有什么了不起？可是你居然说你怪我，我真的会很生气。想起好啊，总比你哦，把什么代志拢放在你的心肝底，底下艰苦安尼较好吧。我刚开始的时阵会怪你。是因为建良对你伤过好，我一直在想，若是无你，建良就跟我斗阵。后来我才知影，我的想法伤过天真。啊，不过即马我嘛是怪你，你若要甲建良分手，我就袂感觉我家己有机会。后来我变得很可笑，你知不知道？
喜欢一个人哪有什么可笑不可笑的，只要真就好。我听你讲这些话，我就知道你比我懂事。既然比我懂事，为什么要放弃呢？你们两个，一个是用自卑来折磨自己，另外一个呢，是用骄傲来让自己难过。看看我嘛，这是我努力都追求不到的爱情，甜甜蜜蜜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偏要把他赶走，看在我心里是什么滋味。刚才你跟我说公平，爱情本来就是没有道理的东西嘛，他永远都不可能会公平的。既然他现在站在你这边，你就应该对他公平一点才对啊。你该不会告诉我说你的程度差，听不懂我讲的吧？相信我自己的选择。我爸曾经问过我，他问我到底是用了多大的勇气才决定跟你交往。我说爸，我跟建龙交往是用了很大的诚心，而不是勇气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过去是这样子想，不管是在现在还是未来，我也都会是这么想，绝对不会改变。建龙，天好。想了解我会一直等你的答案。不敢流了伤心的眼泪，是我辜负你的爱，是落这了解，失去这期待，你是我的心爱，无人来阻碍。我是心甘情愿付出我的爱。目睭前的花，亲像妙境的形影，我一直真用心想要甲伊放互袂记的，也毋过，愈用心想要甲放袂记。伊的形影就愈清楚，思念甲野草同款，根永远沉入土地。春天一来，伊就开始生土。对妙境的感情，甲野草的根同款，一直沉伫个我的心肝底。我会当欺骗家己，讲已经将妙境放互袂记。
不过我袂当反背家己的心，反背家己的感情。怀着一颗最忐忑的心写这封信给你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希望是我错了。不知道谁说的，怀疑跟恐惧不是来自外界，而是深藏在自己内心。如果真是我错了，你愿意原谅我吗？我知道自己没资格祈求你的原谅，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心存一丝希望。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道歉，如果你还愿意和我一起再试着努力一次，那么我等你。你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？见到秋天的鸟啊，不是来偷听听咱谈恋爱快乐约会的心情。抱歉，害你跑那么远，因为我没有勇气面对你的拒绝。抱歉，这几天害你为了躲我跑到学校来避难。我们算是扯平了，我从来不要求别人原谅我。我知道我的脾气歹，一世人爱要求你原谅我的所在还阁真侪。你一定要答应我，拜托。这些话听起来虽然并不是很罗曼蒂克，但是比起听你说气话，要来的好多。懂得珍惜比要求别人原谅来得更重要，因为珍惜才不会再说分手，不会分手才会有将来。我的永远藏在心里，派飞机啊，吃饭吃吃乌白蛋啊。来，啊，若要徛的时候，大家拢会晓啦，啊。较巴结的啦，查甫人哦，照讲照行，莫安尼啦。你脚头多咧，我甲你讲，那伫日本时代哦，像你这走人家叫红婿哦，规日哦，这是去哦日本政府甲你判死刑，你看看你。
你莫定啊！若收损输人哦，啊，着摕日本政府出来讲。啊，我毋相信日本政府定咧管人翁仔某的代志啦。啊，你即款人哦，定讲话无算话哦，等于咧欺骗我的感情。我会使告你诈欺，我甲你讲。告一块好啦，哥。迄是讲着伫乞仔因兜甲你收输吼，我无爱互人讲吼，啊，我个人讲讲下，佫无算话，踮仔咧花，所以踮面遐我才跪。转来你若佫要叫我跪，你莫做了。莫，哎，真歹哦。哎呀，老李哦！阿嫂，我徛了也袂歇。啊啊啊！来啊！哈哈，阿姐啊！哎呦！是啊。阿嫂啊！哦，阿你真正讲会到做会到的翁婿呢，哦，互人真甘心呢。出头天啊！结婚了。莫安尼啦，来坐。哎呦，吃茶啦。哎呦，阿有快坐你嘛。阿嫂啊，哦，你下来。下来哦，我想讲你这人啊，跋输脚灰光光的哦，真袂放心的啦。专工过来给你看一下，有标准啊，你算查甫囝，哦，你讲会到做会到，规了确实有好势。查甫囝本来就是爱照聘照行，对吧？啊，规也无差啦。当然，较早起迄个霓虹神社遐，那榻榻米咱平用规遐无差。好，哎，你安尼愈讲我，哎，我感觉。你若是徛在做人哦，实在有影真怕爽。嗯。哦，你安尼规个看计划因兜的。啊。嘿，有影呢。阮客也无讲，我无详细甲你看。三啊。啊。啊，你毋是听了讲日本时代拢是阮查某人咧规，啊，即马三不五时吼换恁查甫人咧规一个。哎呦，计偌好看嘞啊！客啊，看到。对了，你爱看。爱看爱学，是啊。你若讲恁翁这个汉草吼，徛咧做人真正嘛无彩。伊若规咧吼，会比我较飘飘。看啦，简单。人讲家己种一丛，唔免看别人。我传两杯仔你。啊，恁客仔若学会晓哦，啊，你来看客仔都唔免来看恁三百几。哦，卡死哦，阿峰。安啦。哎，我今日是要来听你的呢。啊，你煞讲这款话。啊！我若听你听到落来用贵的吼，恁这查某人的代志后摆无人敢插。你哦，哈哈哈！你嘛同款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免再用这部啦，旧部数啊啦，你换一套啊较新的啦。哦，你安尼扫，我就跟你起来哦。无啦，好啦，咱卖菜，咱来恁家吐气。你有个高子，土鸡。哎，我来接个谁呀？好啊，好啊啦！等你是咧，等人就走啊，等是要扫相看啦，好啊，你嘛小计就好啊。哎呀，你今日过了有成呢哈？啊！你嘛小假的好啊！我扫扫到假死，那你是？走！我有一句话，心内话。有交代过了，他这个是老毛病，要长期服药治疗，不能抽烟喝酒，要多休息，不能过度劳累。今天医生在动手术，你们明天再来门诊。你休息一下，如果头不会晕的话，就可以回去了。我不许在那边还有事，我先出去。谢谢哦，谢谢谢谢。三爸，你今晚人感觉安怎？不要紧啊，去啊。那么笑死人！啊，国语你也听无，讲怎么直直说直说，要甲说后位啊？那你嘛嘞？啊，你也不要看人个亲戚家安尼生，好歹嘛都爱小红一个面子的。你听无，你都甲我问，迄国语我都较来啊。人伊是讲哦，迄医生即马去诊所放药啦，连咪来叫咱到遮等啦。啊，不过护士小姐讲遐尼啊济句，哪有可能遐尼啊简单呐？你莫信哦。啊，无咱过来收书啊！哎，三啊，啊你安
你小叔刚昏昏去啊，还比个小叔。我讲啊，你就是。什么人在这？哎，不要紧，等一下我陪医生啦。哦，先生，我无咧跟你讲，先生都娘咪来的，啊，要搞怎？医生啊，我家己知影，我这老镜头啦，休困，食药对无？啊，你嘛是咧教话，啊，但是医生啊，你医生，啊，你著听人的话就好啊嘛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诶，不过照规定哦，阮是袂使甲患者讲去病情的啦。无喏，这身体是我家己，恁爸卡讲唔才对。那恁就讲。先生啊，那你安尼甲他讲一个头尔，这代志安尼都不明不白，你要害转去困袂去。嗯，唔，啊你若甲同意吼，无我就甲你讲啦吼。阿妹，先生你几岁？我姓廖了。哦，廖先生，经过这个详细检查跟研究了吼，你有脑瘤。什么？先生啊，莫讲酸笑啦。我医生人讲的血负责任，哪会使讲笑？先生啊，啊是外严重啦。外严重是爱开刀啦，佮拖落去恐惊。开刀爱开偌济钱啊？嗯，啊，到时开那有一大手术啦，费用一定是较悬的嘛。我看安尼啦，您先等下参详看下咧吼，啊，我了还佫有车要看，你先一放皮伤，去开刀就好啊，一身绝症啦。老大，这是老大。开刀都无钱，啊。无钱分啦，啊！到底无钱，我带这个镜头。唔该。稍等下哈，喂，八十张，八十张，小姐，打电话我去接。阿姐，哎，你等下，来，啊，我带女朋友等下，唔通安尼面流面干，阿姐阿姐，阿姐阿姐，来。你老母打电话给你哦，电话中一定把我的情形讲啊真详细。啊，这叫你回来哦，是有一挂话要跟你交代。阿姐，你别烦恼啦，我听医生讲，你老娘也不是讲无医啊，你只要去开刀就好啊。开刀是小花代志啦，啊，若开刀了要拿去医药费，迄都大代志啊。啊，咱这都善良人哦，小花代志哦，忘记啦，大代志哦，唔通去考。爹爹。你著紧靠劝恁阿婶食啊，上病院转来较紧啊。我是安尼有嘴讲啊无烂，你著是无爱去开刀，讲啥物厝内底无钱哦，你唔去就是唔去啦。啊，婶啊，今逐日甲你讲就讲遐侪句啊，善啊善情在啦，啊嘛善关系啊，这是天咧安排啊，啊天若无要听咱哦，咱都要家己听家己啦。唉，办法才阁家己想着有啊啦。免啦，人命切切，当时要转去拢做好好的啦。啊，唔通为着我一个人哦，伫咧拖磨贱人啦。什么？要救你这条命，可能拖累规阵人啦。啊，不过你这条命若无去吼，是阮规阵人的心肝咧艰苦咧。啊，咱善良人拖磨惯势啊。阮大家拢甘愿来救你这条命，大家来拖磨啦，唔通哦，你的命无去，啊，害阮大家咧艰苦。啊，三姐啊，遐外国人吼，连海翁海弟啊拢在救啊，何况是一条宝贵的人命呢？你若烦恼钱的代志，我会使斗三工来说话啊。妙姐啊，你若愿意斗三工吼，来救你阿三姐的命。
阿三姐嘛吼，就是搁较艰苦吼，做牛做马哦，我也会报答你啦吼。啊，当遐煞通，人唔做咧做牛做马，你无听人讲吼，都爱救虫，啊唔通救人，尤其是救我这款无路用的人。好啦，恁哦，唔免搁安尼一人一句啦，一句来一句去费气啊。听我讲，吼。怎讲？你嫁我这钱，我也唔捌予你好命，规工浪连流连无大劲，不是都做一寡代志，予你咧牙齿卡床，我是真见笑。有一寡话吼，我囥咧想法咧，无甲你讲，我也足艰苦啊。今一阵啊，你300块囥咧拖底无去，你当作调查头，其实也是我偷摕去用。不要紧，但我的钱就是你的钱，用去就用去了啊，我袂生气。也佫有地点仔阿兰的代志，我坦白甲你承认，伊甲我招几落摆，尾后我甲伊出去一摆，过了身，我嘛是甲讲，阮某较好啊。我袂生气啦，咱查甫人伫外口吼，永远会啦。你若逐天吼，拢会当安尼平平安安回来，我拢会原谅你。阿嫂啊，要毋过即摆你若无开刀吼，你是永远拢无法度通回来啊，你知影无？安尼我是袂原谅你嘞。你嫁我吼，敢讲我会当互你偌幸福，迄拢骗人的。不要紧，住好好了，吼。对啊，老兄弟要甲你看看，酒啉一丝仔就好，叫千万千万你都唔通博，无你向真叫。那可能啊，但是我做少年博较大，啊，过去向真叫。这顶礼拜，咱两个八十八人，我用电脑给你电的。啊，你还要用电？喊我你也电得落去哦。歹势啦，还着阿婆教我教，我着抓你来试验看卖，有效无？啊，你提你提，提做所为啦。但我这阵嘛，搁提这钱就无意思啊。是啊。阿伯，我惊吼，无路搁再飞起啊！即个翁无地找啊啦。不过外口查某缘有较好啦。本来阿兰也是咧介意啊，啊，我就惊伊讲吼，较顾伊袂晓体，啊，为着恁这家伙的家庭幸福，尾后我才家己牺牲了一摆啦。见了，阿叔有三站要交代哩。头一站就是。阿姐若无在，你也较常转来看恁阿婶呢。把伊当作参照你家己老母安尼个依靠。是啊。第二站，我若死，你定爱甲我捧到。第三站就是，明生这查某囡仔袂歹，啊，恁两个嘛真舒服。啊，看等较紧结婚无？啊，囡仔较拼死生呢，看通个吼，一个疼我阿姐，安尼好无？是讲。这嘛着爱一半是苗青的同意啊，苗青你的意思安怎？安尼好，你答应阿叔，阿叔着放心。阿叔家己囥在心肝内一寡不应该做的代志，嘛拢讲讲出来，安尼我加足安心的啊。我有一句。来话。
哈，阿兄啊！点点，我咧查一下，什么专业名词，你慢走。好，不管你听有啊听无，我要为头讲一遍，互你听。当时厝内底卖田卖地，互你去读医学院，是规家伙啊拢足欢喜甘愿的。但是你的医学院读未毕业，大家嘛无怪你啊。你为什么要有家己这么大的压力？是要创啥啦？阿爸阿母要过身进前哦，上烦恼的就是你。讲叫我，若是讲开家伙哦，嘛一定爱甲你医好好，这我一定做会到。但是你知影哦，因为你哦，无人敢嫁乎我啦，这点我嘛无怨叹。阿兄，拜托下好无？你紧清醒起来，我足忝的呀。你讲遐侪当然忝啊，啊忝你等困就好啊。阿兄，从啥啦？你怎么没听我讲？你怎么不看好你哥哥呢？他老是进来假装医生，这样是会出问题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有带他去精神科那边门诊，那我回头我缴个挂号费哦，他就跑到这边来了。下次我会很注意的。我佩服你这么用心照顾你哥哥，照顾精神病患就是要更多的爱心和耐心，还有长期适当的治疗。我相信你哥哥有你这样的照顾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拍谁拍谁，我一定会给顾好谁。阿爷，行啦，那边医生在等你啊。医生，等我开会呢。对啦，真的啦，唔紧去白屋啦。开会上重要，迄迟到是上不应该啦。好啦好啦，哎 ，Miss 吴啊，换车来叫等下，你甲超好势，我连等下哈。啊，进来进来，来来来，阿三进来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免叫甲遐大声啦，等下甲恁老爸大妈讲啦。阿公哦，恁阿三进嘛，背包嘛收了，会去改穿啊，干嘛啥？嘿，唔是啊，迄是病院。病院安怎讲，我都未过去啊啦。唔是啦，阿三进啊，拄则甲你检查迄个医生哦。那是一个吼脑筋有问题啦，那不是真的啦，假的啦。病院医生打电话来吼，都是惊你唔相信啦。伊讲吼，叫阿三姐啊，小心看哈，你是去检查细胞嘞，啊跟脑科有啥物关系？阿三姐啊，你无得脑瘤啦。哈？嘿，我，无对啦，哦，来走啊，哈。哎，啊对啦，阿三姐啊，我爸交代吼，你今日干嘛上吼？这两天一定爱穿哈，啊我来走嘿。我无得脑瘤，哎呦，我都去检查先，哎，遐，伊孙仔敢无甲检查头壳？哈，无哦，阿旺，伊用甲照迄个电工啊无？我都感觉奇怪，我这头壳都从来都唔捌疼，啥物咧讲我得脑瘤咧？有影白开咯，有影咧？有影是白开咯？哎呀，你较早头壳拢未疼吼？未啦。即马开始你就疼，而且你会疼真久，会足疼足疼。恁哦，拢少年啦，啊，个性较强啦。阿姐，我听阮讲，建良吼，伊若对你无体贴的时阵吼，你都爱甲体谅一下呢，吼。有啊，阿爸。无奈，啊，小等哦，我来阮阿丁阿看一下。建良，阿丁伊。阿丁哦，你著知影，即阵仔心情较歹，我甲带转去山区迄地山，还甲恁万叔阿大，想讲好离开过人较远个啦，看较清心袂。恁唔免阁去遐看，另转啦，另转啦。等恁若有缘阁转来哦，我再甲你做伙来看。安尼嘛好啦。看免伊一人伫厝个，好烦恼。阿爸，阿母来啊！好，那好了。阿母讲话爱吉利哈。阿怎样啦？阿母再见，再见。阿伯再见。去啊！阿丁个代志，你无够实话实讲，都真害啊！煞来你阿公白菜。当伊当骗偌久算偌久啦。啊！我再想办法啦。这段时间，赶紧找阿丁做回来。我知影你在想啥个啦。做人的是大人，就是安尼啦。要讲白贼啦，惊；啊，要甲囝讲坦白啊，惊。你是大人，都唔知要哪做啦，足为难的啊。我有一句话，心内话。人生的孤单，比咱操心的心。
目屎焚烧了，心澎湃，情啊酸，泪心。